佢叫阿山，今年生日就6岁。故事由佢开始。故事发生喺广东省偏远山区嘅一条农村。阿山嚟到住嘅时候，只系得1岁大。天未光，教堂就传嚟一阵阵嘅钟声。村民听到钟声就知道要起身，开始一日嘅劳动。未食早饭，未开始耕作，首先就去教堂念经。呢条村大部分人都姓庄，庄老伯70几岁，平日帮手打理教堂嘅杂务。他好细个开始就一早一晚都嚟呢一度念经。50年代国家推行嘅政策带嚟宗教风波，村民唔可以上教堂20几年。呢一条宗教村有100几年历史，住咗1400几个客家人，差唔多全部都系教徒。各个细路仔出世冇几耐就要接受洗礼。阿山是例外，他今年6岁，仲未领洗。眼见其他同村小朋友都洗了礼，就成日问阿公阿婆自己几时受洗。本来我们是要接他父母，我就怕他父母亲他们就拜教啊，就拜教手一定不行了，我们不讲了。是我2年啊，还是没有什么文化，是过几年书，所以呢失掉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名字啊。将阿山带翻嚟村嘅系庄婆婆。4年几前，佢出去深圳帮个女凑2个细路，当时一对香港夫妇请佢照顾阿山。阿山嗰阵就只有8个月大，对夫妇话。两个人在香港要做嘢，所以想将阿山摆喺深圳俾人凑。佢哋应承每个月俾2000蚊俾庄婆婆做生活费。阿山跟住庄婆婆喺深圳住咗4个月。父母嚟睇过佢1、2次之后，就再冇出现，亦都冇再俾生活费啦。深圳样样都贵，庄婆婆决定带阿山翻去乡下。有佢拖台来，怕佢拖事啊，怕佢拖事，佢我自己都要做。你问我两个个仔，两个自己，人样样子啦。人样讲，自己人啊，抽台机、拖台机、潮汕啊，唔好去惊佢个条动作，惊我自己个仔干台。那边话拖机嘅人，谂叫做搏机嘅爸爸嚟签，那边响少。庄婆婆相信阿山爸爸终于有一日会翻嚟接翻个女。养咗阿山4年几，由体弱多病变得结结实实。试过有同村嘅人话想领养阿山，佢都唔怕。好啊，人家请落去卖个六命，人家爸请落去卖件个六命，冇个人。你每日啲很少啊，卖面价市场嘛，啊，唔咩咩，少啲啦，几大？如果俾几毛爹娘，我肯平食。有乜意思？叫做爹娘啊，少啲啊。你冇见好啊，遇见我啊！蛤蟆，蛤蟆公，蛤蟆，蛤蟆公。他跟我们叫。他跟他们叫啊，叫是叫公公，下面的跟他们一样，跟个孙女一样的吧，叫嘛。他有没有爸爸？他不喊爸爸妈，爸爸妈妈妈就没叫我公公，就叫那个叔叔。阿山带着一本回乡证、一本回港证喺呢条村住咗落嚟。庄伯伯试过委托一位香港神父帮阿山揾父母。最后我就希望他们要带过去，不要失掉他们的前途，对吗？系啊。
他们是香港的夫妻对吧，我们农村界的一个身份不是吧太好嘛，所以一般可以马马虎虎就是是吗哈。神父于是透过香港红十字会寻人，几个月前庄伯伯亦都去过广州红十字会，他们看一下这个这封信了哈，这些马上你可以送回去，他们如果到达爸爸不到的话，他们送到孤儿院去了。我那么我吧这样不行了，六几加八加八到孤儿院就有几哦，从那个毛坑那几才来嘛，如果没几爸爸吵起老几个人来去自己要过不得去，孤儿院比这好点啊。他是阿贤，阿生叫他做阿叔，他是庄伯伯的细仔。几年前他由深圳带着阿妈抱埋阿生回去条村，还被村民笑他在外面生了个女。阿贤二十岁就开始出省打工，十年来都是一个人在外面生活，过时过节才回去家。家即是没什么做嘛，出去看看外面咯，是吧，我家是这里没什么钱给你找的、啊、你都看到了是吧，你全部后生仔都出去找钱是吧。这条位处山区的小乡村本来是靠种茶叶和种田为生，自给自足，外于位置偏僻，收成好难外销。车路开发之前，村民行去最近的小镇都要两个几钟头。八六年车路开发之后，村民和外界才多了接触，而这条路亦都将村内一批批年轻人带到外面去闯，而他们亦多少将城市生活的习惯带回来。打麻雀是近几年才在村里出现的新玩意，但是年轻人多数都是偷偷地玩，怕老人家见到会骂。五后的形象就要你的赌博打麻雀啊，就是你三四年咯，就要你的麻雀啊，但是要外面对着你。过了日本上年啊，那咯，你的赌博的时候叫做毛大新堂啊。过去啊，见你的村子啊，建房子的好少啊，想出门你十年内呢，出门打工，见你四五年内呢，就可能有新房了。这条村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但是部分人先富起来，起新屋是一个标记。新的平房是用钢筋水来起，旧屋是用砖瓦起的。由屋的外貌可以估计到这个家庭有没有人出省打工，经济状况大概是怎样。阿贤同乡阿刚有五兄弟，四个在外面赚钱。而家呢间楼屋呢，都系我以前住噶。呢间楼屋几年前，阿江警弟夹钱喺旧屋前面起咗间大屋。旧屋已经冇人住啦。呢度都系剪草屋，呢都住咗几家人嘅以前。系而家都系建咗平房咧，大家都有一个村嚟讲咧，都有嗰只啊风俗一样，反正大家你起咗我都起平房啦，系嘛？反正起咗平房咧，即系住咗都舒服啲，呢啲咁都有呢只心情。而家全村有三四百人喺省度打工，大部分都系做装修，赚到钱就翻乡下落手落脚起屋。在深圳的边河角，每逢佳节陪思亲，长年累月在外面跑的人，过时过节都回乡下团聚。
阿江一家就有二十几个人又醒到翻嚟食呢一餐团年饭。来，新年快乐啊！吃饭啊，都系两三餐进餐嚟嘛，都有时都系五餐嚟嘅，仲有两餐系茶嚟。快乐新年，恭贺快乐新年，恭贺大家新年幸福又康健，万事称心如意，年年大吉。你怕？你怕你不明酒啊？爸，你不明中房？爸，你要做中房啊？家妈，家咪要中房啊？你？哎，第二道窗户，哎，要我想回的家，嗯，家的床上就全都还没地方。我那天你爸爸死的时候，第二天晚上爸爸死的时候，连老小孩懂啊，你爸爸死的时候就。永想出东莞打了两年工，储够钱开了间士多。永想原本立志做神父，在修院读了四年几书，最终决定过回世俗的生活。初初出省打工，有很多人很多事都看不惯。看他那个人的那个精神面貌还是接触不了，是不是真的很多那些外面像那个做鸡的什么东西，刚开始觉得很多不可思议，感觉到很可怜，听多了看多了也没有觉得，反正觉得反正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嘛，就是这个样子。就那个越来人家的虽然有物质生活充实了，但是觉得精神越来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越空虚嘛。在同村一位神父的鼓励下，永想同佢妈生哥哥，七年前入修院学做神父，结果哥哥成功，他就半途而废。这个还俗的意愿，屋企给他很大压力。我的父母都说，哎呀，他说为什么？我就把刚才就是说我的话，就说做神父的，不是做了神父就好，而是做一个好的神父就很难。他听到我不来的时候，他好一两天没他吃饭都吃不下，他睡觉都睡不好。后来就是说我给他之前把讲明了，哎，他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自己看。做不成神父做生意，永想说在心目中做神父的地位始终高过做老板，但他很有自知之明。反正生活是要钱，但是赚钱也是为了生活，但是不是单单为了赚钱，但是公平的，不要欺压那个顾客。永想走不成神迹之路，村里面有其他人继续，灵修女是其中之一。自从七九年宗教开放之后，这条村的新一代出了五位神父三位修女。灵修女跟六十年代出生的教友一样，小个的时候不可以公开过宗教生活，念经学道理都要在屋企。灵修女十八岁就立志献身教会，即系我一话到话要去做修女，爸爸妈妈都一肯应承，一肯赞成俾去做修女咯。即
即係譬如話去打工啊，初初我都未有諗到咁快有收院開，即係話要去打工，爸爸都唔俾嘅。1987年，當廣東省嘅女修院一重開，佢就同同村三個女仔去報名入讀，其中兩個中途放棄，靈修女同另外一個同鄉完成心願。我哋識得出嚟做嘢嗰陣時，你已經係冇心願喺度啦，全部都死咗噶啦，冇喺度噶啦。即係我哋就知道出嚟係一心一意為教會服務。就唔知道佢哋以前受過乜嘢艱難，佢哋就冇講，只有神父講少少俾我哋聽。神父問我哋怕唔怕去做修女，假時間好似以前佢哋咁樣，佢話怕唔怕，我哋話唔怕。老村民話：52年土改期間開始嘅宗教風波，為全村帶嚟最苦難嘅時期。之後斷斷續續30年裏面，都不可以過正常的宗教生活。教堂跟隨政治氣候時開時關，到文革時期還足足關閉了10多年。這段時間村民連念經都不敢念出聲。不准公开人就国民咯，国民没人嘛，你一家可以 你自己家里人，我一家就我自己家里人嘛，不准两家，不准合，唔准黑啲女人喎，你教会嘅信仰、书籍全部喺度萧条。你教堂里面，教堂好多好多嘅神像啊，神像全部都所以十九年就信堂就蛮高完喎，可以个宗教三番呢，就冇地方就到你家为止嘛。8年呢，信堂就可以落。可以落就哎向政府申请，正式交完就83年。出边有嘢做啊，去出边做啊，系嘛？我亦做嘅翻乡下咯，种田咯，系嘛？阿贤喺深圳嘅酒楼做开点心师傅，散工性质，边度有得做就去边度，因为经济唔好。翻鄉下過年之前，連份工都冇埋。而家諗住留多幾個月，幫手過埋農忙先至打算。不過最終都係會翻出城。好啲咯，做嘢係嘛？即係唔像農村咯，多嘢做。年青一代往外跑，老人家繼續上山下山。莊伯伯做咗一世農民，佢唔希望下一代同自己行同一條路。你们哪个年代想要向上拔了，不要跟我他们让他们去搞了，一般没就其他什么事情跟你们成家了，是吗？稍微有点文化的，有些的好的，他们就到外面去。阿山在香港出世，没有当地的户籍，要留在这里生活将会面对很多问题。好像来紧9月他就到入学年龄，读书问题需要首先处理。那么像你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啊。那么好搞呀，还是经过你种事情。那么按比较常规呢，就系像我提来啊，一般都要加收的，要征用费那种，要交家庭费啊，要300-400块钱。如果只读小学还不大问题哈、哦，如果你要上中学啊、高中啊、大学，这样比较很麻烦了哈、哦。如果这一关你过了，又到上面来了怎么办呢？是吧？就在这里大家还可以做个人情，这样是吧？要到中学啦、高中啦，这样就比较麻烦了。这条村去年整顿户籍，严格规定小朋友做户籍登记一定要出示出生证明书和父母结婚证明文件。就算阿山登记到户籍，庄家还可能要交超生罚款。入学的学生是第二胎要罚200，第三胎400，冇钱冇办法解决。要读书，现在不读书不行啊！哪一个人没有文化就不行啊？没有钱那个没有，最多咯，小学哦和毕业咯，最低就小学哦，如果高一点没就初中咯，哦，如果先把考一个完没就高中咯，是吗？我们家是这样的。
可能李永年啊，读书啊就妥协，读书就妥协，读书就聪明，你都聪明那人。香港红十字会最近找到阿珊的爸爸，但是他说未决定怎样处置个女。我自己跟他，他就什么关系？哎呀，放弃。到这个，你要看你倒给你来。没办法了，不要把他钱都撕掉，是吗？哈，哪个人都是吧？把他们那个钱都撕掉就。你个孩子。前庭倒下，雷文照正在想走，可他面前跟着雷文上走。他从没有都跟我一起长大的，他走了，都跟徐建梅一起。你头几天啊，就会心不快。不过上去吧，几次几伤的那就不会，是去几点养老啊嘛，就不会，哦。